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对我们出手？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迪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对我们出手？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迪迦，醒醒啊！我是泰隆，你要干什么呀？ 迪迦，超人，你看迪迦的能量石，怎么是黑色的？ 难道他的能量石被黑化了？那我们赶紧制服他，帮他净化能量石。好，收。超人，迪迦的能量更加强大了，而且有一股邪恶的意志正在控制他。 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拯救他。快，我挺住，赶紧去净化他的能量石。好，超人，你顶着。我。 我操！超人，加把力！现在迪迦需要休养，我们赶紧把他带回基地吧。好。